这个是吴亦凡帮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。哇，祝你圣诞快乐。Merry Christmas。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。明天2月14日，和我们一起到影院观看。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。哇，吴亦凡！吴亦凡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好，吴亦凡，地方只有我们知道，知道布拉格圣诞活动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就是提特塔男生送给女生们一个花盒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然后也希望2月14日情人节的时候呢，你们能够来看我的电影新作。好好好。吴亦凡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什么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我，先问一下吧。啊，你在布拉格的时候吃了那个这么大的肘子了吗？这么大，我应该吃过吧。你喜欢吃吗？你最喜欢吃布拉格的什么食物呀？最喜欢吃那就是这个肘子。那么大肘子，你一个人能吃完吗？我一个人能吃完，你也可以的。吴亦凡，我是你的超级粉丝。就这样，视频比他照片还好看10000倍。真的特别好看。还有问题吗？还有问题吗？我得要撤退了，因为我还有点事情。你们玩得开心啊！嗯，吴亦凡加油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加油！